OK， 现在我已经在大连了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叫威尼斯城的地方。我本来以为这边人气还是有一点的，但是后来来了才发现，这边好像是一个新开发的地方，所以这边没有很多人。然后整个虽然风格还是很好看的，就是缺了一点人气，缺了一点历史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随便先转一转，然后随便拍一拍照片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的温度是零下大概1-2度吧。然后司机，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坐车，司机说，这边其实平时也没有那么冷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赶巧赶了个冷天。不过戴手套还是挺冷的。手枪什么？来拿着，拿着。已经在拍了，对吧 ？1, 2, 3, go！ 我先走两步。Come on！露点胸肌啥的，露点腹肌啥的。OK。那个拍照片了，迭代嘛，数学上不是。对，现在是来到了这个闯关东影视基地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边还是挺好的，就是这种东北老风格，整个都非常有感觉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景点里面额外加的一个，原来我们要去什么一个博物馆，然后结果这个博物馆它闭馆了，所以我们临时加了一个这个。大古街，这边是来到了一个他们新建的这个欧式的，偏欧式一点，就跟下面这个东北小镇的风格就很不一样。然后我现在去前面那个桥上面，我拍一下下面的这个全景。这天气非常好，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就今天拍很多照片都很好看。现在这个货船出海了，然后去
现在是一个小然后现在坐在这个甲板上，感觉非常不错。在录了吗？